姥姥，这没用的椰子你聚它干嘛？不懂吧，姥姥给你做个好吃的。这么硬能怎么吃啊？你就尝好了吧，做好了20个都不够你吃。姥姥，哪有人用这烤肉的？到底什么味儿？你看姥姥是怎么做的，做好了可真是香的。加上叶子汁蒸1小时。哇塞，姥姥，这看着好想吃啊！待会吃口别有多香了，大家帮姥姥点个小爱心哦。小外人，你在家闲着也不知道找个事做。不用你操心，我已经在五八同城上找了个销售工作，工资高，还有5险一金呢，看谁还瞧不起我。嗯，这麻辣牛肉的香味超好吃。没吃过这样的吗？